尊敬的中国游客，欢迎您来到瑞典。为了避免文化冲突，以下有些建议。例如，我们不在历史建筑物外拉屎。但您要是手上有了点大便，在瑞典我们就洗手。您要是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跟一条狗在一起的话，不是因为他刚刚买了午饭。在瑞典我们用刀子和叉子吃饭，还有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不拉屎。另一个文化差异是，你们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，但在瑞典，在这里有黑人、犹太人、阿拉伯人，甚至有同性恋者。因为在瑞典我们支持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的原则，但是这个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人。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朋友们来到瑞典王国，但如果你们表现不好的话，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。This is killing! This is killing!